会自传苍茫时分连载49，大量珍贵图片。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，伊豆的舞女山口百惠接上文在星诞生这个节目，也是基数和我相伴而行。预选号是101号，电视预选是3号，决胜大会是11号。我记得预选时看到号码是基数，就想到是基数，我没关系，真是不可思议，是基数就有信心，要是在那里拿到偶数号，也许当场就会丧失信心回家去了。我曾想过，仅仅是这么一点小事，它就可能使我的生活和现在截然不同。山口百惠初次登台的日子是5月21日，隐退日虽在10月，日子却是15日，而举行婚礼的日子是10月19日。如果说两个数字中有一个概率的话，那么这说明还是和奇数有缘。我现在的年龄是21岁，兴许过于拘泥了吧。不，我今后还要拘泥下去，我自己私下里悄悄的拘泥于此，有时也是很愉快的。山口百惠少女大概是几年前了，连季节都没有记清楚，是在广岛的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那天，和往常一样，帷幕拉开，一切正常进行。节目演过一半以后的时候，我开始弹起母亲，五个暗的聚光灯笔直的投射在我身上，我一个人那么的说了5分钟左右。将来到了我穿上新娘礼服的时候，我要对母亲说谢谢。我确实记得是用这话结束的。钢琴轻轻弹出《波斯菊》这支曲子的前奏，这时有位少女离开观众席，朝舞台跑了过来。她那白色的连衣裙在昏暗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她像是要来献花的，还没跑到舞台就被工作人员挡住了。即便从高高的舞台上，我也能看到这个情景。我感到工作人员有些粗鲁，我一边唱歌，注意力却走向着那边。我看见那位少女把脸伏在旁边坐席上一位妇女的肩上，她正在哭吧。我无法置若罔闻地继续演出，我希望这场演出对那位少女来说理所当然地以一个美好的印象结束。我很担心那位少女的好意被他人挫伤，哀怜的是像她穿着的连衣裙一样雪白雪白的心灵沾上了泪痕，我觉得可能会丧失掉少女和我之间非常宝贵的东西。唱完波斯菊又该我讲话了，山口百惠，我用眼睛追逐少女的身影说，工作人员不过是尽力做了自己的工作，对不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把你拿着的花给我吗？少女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她也许会拒绝的，也许不肯原谅我。紧接着的一刹那，她轻轻点了点头，少女一步步向我走来，来到和她身材那么高的舞台前，把花束送给了我。我很高兴，至少这一瞬间，我越过了歌手和观众之间的藩篱，和这个少女的生活有了直接的联系，而且她和我的心灵有了很大的联系。谢谢，这是我由衷的话。我把目光转向接过来的花束，那正是一束弹雅的波斯菊。未完待续，每日更新3篇，评论越多，小编越积极。积极起来就会更新5篇。来评论里跟同样喜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，一起回味我们的青春。山口百惠。